停三秒钟以后，车子要马上一个360回转，撞到他们，打在那里，很恐怖。疑似回转不慎，冲撞路旁五部重机车及三位民众，后撞击饮料店柜台。真的连住了。好，不是，我根本没有动，我就说是车是故障。真的连住了哈。不是，我根本没有动，我就说是车故障。真的连住了。